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果然发生了。当地时间19日，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同巴基斯坦外长吉拉尼通电话，伊朗外长的意思是尊重巴基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伊朗无意冒犯巴基斯坦，实在是恐怖分子太可恶。那怎么办呢？伊朗外长说，通过两国合作来摧毁巴基斯坦境内的恐分子营地至关重要。伊朗这次袭击看似无厘头，实则目的就是要巴基斯坦的合作。伊朗外长还说，在当前加沙地带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十分重要，两国应重点关注此前签署的军事和安全协议，严格落实。伊朗外长这繁华的意思是，巴基斯坦别犹豫了，一起合作打击恐怖分子吧。那巴基斯坦什么意思呢？巴基斯坦外长吉拉尼表示，巴伊两国对于反恐的共识是合作的基础，巴基斯坦始终坚持同伊朗的建设性关系，尊重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不允许敌人和恐怖分子破坏两国关系，巴基斯坦愿意本着互信与合作的精神在所有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吉拉尼强调，两国需要在安全问题上加强合作。巴基斯坦外长的话总结起来就一个意思，伊朗有事需要就提，哥们相互信任，还怕不能反恐？别说反恐，你说干啥都可以，所有问题上咱都可以合作。巴基斯坦外长最后还强调，两国需要在安全问题上加强合作。安全问题，那可比反恐内涵更深。安全问题就包括国防军事的合作了。大家应该看到了，这次他们的袭击不但不会伤害两国关系，还会促使两国加强关系。巴基斯坦看起来是180度大转弯，实则正中下怀。一方面，巴基斯坦也有和伊朗加强合作的意愿，想合作的不止伊朗，巴基斯坦也想和伊朗合作，只是过去双方比较对立，突然友好彼此都有点拉不下脸，于是双方都替对方打击了对方境内的恐怖分子，结果这一下子就清静了，找到了甜头。当自己不方便打的时候，让对方来帮忙，反过来当自己下不去手的时候，让对方下手，这个合作简直完美。另一方面，伊朗和巴基斯坦合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落地意义重大。伊朗与巴基斯坦友好，从根子上来说是中国促进的，中国化解了伊朗与沙特之间的矛盾，中国与巴基斯坦、伊朗和沙特关系又非常铁，作为沙特的盟友，巴基斯坦当然也就非常想与这个邻国改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两国一旦合作关系确立，那意味着从中国到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再到伊朗，由伊朗向中东地区辐射，这个路上一带一路的线路就通了，这对巴基斯坦和伊朗当然都非常好。而要这条路上线路畅通，就必须消灭掉巴基斯坦与伊朗交界比路之省的恐怖组织。为了加快合作进程，巴基斯坦外长吉拉尼甚至立刻对伊朗外长发出访问巴基斯坦的邀请，这是进展的太快，快的人研究都不够用了。巴基斯坦与伊朗深度合作，美国、印度、以色列痛心疾首，巴基斯坦与伊朗展开全面合作，谁最痛心疾首？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印度，当然以色列也少不了。美国、印度和以色列为啥不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巴基斯坦比路支省和伊朗比路支斯坦省的恐怖分子是美国、印度和以色列三国支持的，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分子由美国和印度支持，伊朗境内的恐怖分子由美国和以色列支持。过去巴基斯坦为啥总是无法下定决心铲除比路支省的恐怖分子？一则是忌惮美国，二则是这些恐怖分子随时可以躲到伊朗境内，巴基斯坦与伊朗两国又不太对付，所以迟迟无法剿灭。现在两国要合作了，两国交界处的恐怖组织就要失去生存空间了，而这是美国、印度和以色列所不想出现的局面。第二个原因是中巴伊三国联手，显然对美印以现在格局不利，巴基斯坦和伊朗合作，最终扫清恐怖组织接下来干什么？必然是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印度和以色列都不希望发展起来，现在的格局恰恰是在向那个方向发展，他们当然不爽，
尤其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巴以互相空袭的情况下，印度立刻表态支持伊朗。印度的意思是想和伊朗一起夹击巴基斯坦，结果伊朗根本不搭理印度，现在反而要和巴基斯坦展开全方位合作，这还不得把印度气个半死。不过现在看，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这次相互空袭，甚至都不得不让人猜测是上演双簧。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巴基斯坦与伊朗两国的合作进展非常顺利，在伊朗空袭巴基斯坦的时候，两国还正在进行海上军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沟通，显得有点说不过去。另一方面，两国在相互空袭对方后，和解与合作进展速度太快，甚至都不需要中国斡旋，两国外长通个电话就搞定了一切。伊朗外长说，咱们合作反恐吧，把恐怖分子清理干净。巴基斯坦外长马上回应说，别说反恐，咱兄弟啥都可以合作，尤其是在国防安全上可以展开合作。两国这种话给人感觉就是铁磁，怎么也不像刚刚相互空袭过的国家。所以我们现在看，都不能排除两国提前说好了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巴基斯坦不好下手，直接伊朗来下手，作为报复，巴基斯坦借机也打击一下恐怖组织。如此一来，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就建立了。那么以色列为啥也会痛心疾首呢？因为以色列在中东最大的敌人就是伊朗，伊朗军事上没有的，巴基斯坦恰恰都有，譬如核武器、战机、军舰等等，一些高端武器巴基斯坦全有，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支持下建立的。试想，如果双方深度合作，伊朗的军事科技岂不是要突飞猛进？这对以色列来说当然是个噩梦，尤其是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在核技术上但凡伊朗获得一些帮助，那又是对以色列一记重锤。另外，对巴基斯坦来说，现在经济是个大难题，美元外汇没有了，所以经济非常艰难。那么如果伊朗和巴基斯坦实施货币互换，伊朗的石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市场，而伊朗则多了个销路？或者巴基斯坦与中国进行货币互换，得到人民币后，用人民币购买伊朗的石油，伊朗又可以拿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当然，由于巴基斯坦拥有相对高级的军事技术，所以和伊朗两国进行本币互换就能解决问题。试问这种情况下，美国、印度和以色列肯定很难受，但是难受也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因为他们背后都有中国的影响力。